地球经过46亿年的漫长演化，逐步形成了万物生存的自然环境。风霜复杂的大自然，从古至今，厚爱与给养生命。它付出了神奇，也损耗了年轮。自然母体孕育了万物，人类成长的故事与自然暗藏的奥秘有着深远的关系。天地气交，万物化石，丰富的谷物是人类的粮食，而隐藏在秘境的华夏神草是中国对人类别样的贡献。它让人类健康的血脉一直流淌着壮丽山河的幻影。羌塘高原、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罗布泊，中国四大无人区，渺无人迹，神秘莫测。以高寒荒漠草原为主的无人区，种子植物有数百种，冰川、雪山、河流以及脆弱的高原植物，为野生动物提供着生存所需的能量和空间。土拉牧场位于阿尔金山无人区的大门口，肉孜出生的这片牧场离无人区仅一步之遥。今天趁天气转好，他想带上妻子深入无人区去寻找一种秘境神草。肉孜的妻子麦丽坎姆勤劳善良，她和肉孜在哥哥家里为出发做好一切准备。在生活中，肉孜是个热情奔放的人，每次出门她不仅会带上生活用品，还有帐篷以及琴，这些都是他俩深入无人区的必备品。从无垠的视角俯瞰阿尔金山，硕大的空间，荒凉而寂寥。也许在神话世界里，它曾经丰腴而美丽，如今苍穹碧野无处可寻，历经千年风霜的它，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和探险的欲望。肉孜和妻子深入无人区50多公里后，戈壁荒滩上矮短的梭梭草和其他耐旱植物之间，或许有他们想要的惊喜和收获。几千年以来，人与野生本草的情缘都是在采药人的艰辛跋涉中得以传承下来。在中国地广千里、人迹罕至的秘境，布局了珍稀植物的迷宫，但真诚的人并没有心生畏惧。翻山越岭，趟水过河，肉孜和妻子麦丽坎姆奔劳了一天，一无所获。
在这海拔4000多米、气候条件恶劣的无人区，想得到一份本草植物，确实需要耐心和勇气。第二天，肉孜和妻子麦里坎姆不顾劳累，顶着大风和风沙，继续行走在这荒蛮而野性的大地上。肉孜找到的这种本草植物名字叫黑枸杞，藏药名庞玛，属于茄科枸杞属，为多几次灌木，枝条坚硬而缀满尖刺和果实。它主要分布于中国青海、新疆、甘肃等地。野生的黑枸杞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分布较多，但在荒无人烟的阿尔金山极其稀少，是我国西部特有的耐寒荒漠草地的药用植物品种。黑枸杞的功效没有直接的临床实验数据，但这种能耐高温耐寒性的本草植物，研究者发现它是原花青素含量较高的天然野生果实之一，也是有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维吾尔药志曾记载，临床常用黑枸杞果实及根皮治疗尿道结石、癣疥、齿龈出血等。肉孜和麦里坎姆这一趟深入无人区获取的自然珍宝，让人感叹大地母亲的神奇，也让人聆听到了中国人顺应自然的质朴情怀。虽然肉孜和家人对这种本草植物认识不深，但有一点他们知道也很知足，用黑枸杞泡水喝是上等的天然本草植物食品。炮制黑枸杞茶需要将黑枸杞的果实置于60度左右的水中浸泡，如果温度偏高，将影响活性物质的释放；温度偏低，黑枸杞中的多糖等成分则不易释出。富含花青素的黑枸杞会因为水的酸碱度和温度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茶色、蓝色和紫色。药食同源的本草是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的珍品。富含花青素、天然花色带素的黑枸杞，药用保健价值亦是如此。顺应四时、天人合一的养生，得益于天造神力。金元时期医学家张从政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疗当考药功，而《黄帝内经·素问》说：“恬淡虚无。”不论怎么说，养生途径之一少不了人们心境平和的境界。
九月，清风过处，终南山吐露出成熟的风韵。清晨，赵景文开始了每天的修行早课。赵景文，佛门居士，隐居于终南山嘉舞台绝顶处的一座寺庙。翻涌的心绪让他无法专心吐纳，他好像感觉到了来自深山的召唤。那是百草成熟的声音。又到了终南采药人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他也要进山了。秦岭淮河一线被视为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被尊称为华夏文明的龙脉。栖息在龙脉里的终南山，自春秋以来先后受道佛两家青睐，形成了独特的隐士文化。赵居士本是一位佛像雕刻师，因此缔结佛缘，后偶遇一位医术高超的道长，从此跨入道医之门。采药服药是饮食修行的重要辅助手段，身体的康宁是通向心灵宁静的必由之路。赵居士准备进山，他要去寻找一种道家仙药黄精。但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神秘的任务。终南山圣寿寺始建于隋代仁寿年间，距今1400多年，相传为观音菩萨化迹之地。赵居士此行的目的是拜访自己的师父广宽禅师。阿弥陀佛，师父，我这个年龄大了，想求师父做一个他的同门弟子，做个徒弟。没有人去继承。寻找徒弟，他看重的是佛门弟子的慈悲。医术的传人要经过严格的考察，赵居士与师父商议，通过考试来选拔徒弟。有些人说我们佛家不用当采药，你比这啥认识？我感觉这个佛家也应该采药，知身见知心，身心俱备，人才有那个精力。续评的回答令赵居士十分满意，但要继承他的衣钵，还要经历实践的考验。赵居士要带续平进山采药，以进一步考察他。终南山集天地之灵气，神秘壮丽，孕育了丰富的本草资源，素有终南无闲草之说。采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采药人往往于人迹罕至的绝壁才能找到好药。徒弟过来，你看这啥？在一处悬崖边，赵居士发现了黄精，他有心考验一下续平的胆量。你敢不敢挖？敢挖。师傅，我找不来根。找不来根，我来下。我越是就这样挖，我不着。
挖沙的机。黄金的采挖并不复杂，小型的刀铲即可。几分钟后，师徒俩挖出了一块生长六年左右的黄金。好好好，漂亮漂亮，是的，太漂亮。黄金又名龙涎、垂珠、救穷草，都生长在湿润阴僻的环境下。黄金以根入药，终南山所产的黄金形似鸡头，故名鸡头黄金，俗名称鸡头参。《本草纲目》记载，黄金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师徒两人将采摘的黄金带到了旭平居住的茅棚，开始炮制黄金。黄金可蒸食，会与粥同煮，是药食两用的良材。《本草纲目》记载，黄金若生食则刺人咽喉，因此需经九蒸九铺才可食用。师傅，那这个刀甲样绳它怎样去吃和炮制呢？刀甲嘛，赵居士陷入了思考。为了解决徒弟的问题，赵景文来到户县成道宫探访道友。这里是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悟道之所。相传当年重阳祖师在活死人墓中多年苦修，一朝悟道，最终创立全真派。如今住在这里的是全真龙门派一位医术高超的叶道长。师傅你好，今天专门来请教你。师傅你光给咱介绍咱们这豆角是咋样吃吧。他这是咱赵居士终于得到了道家秘传，将黄金切片煮熟后捣成膏状，再加入炒熟的黄豆末，混入野生蜂蜜，捏成丸状，每日两枚口服。据称此方可延年益寿，补益轻身。先口传心授，赵居士的医术完成了一次传承。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它神秘的脉搏一直在民间隐秘地跳动着。秦陵神秘莫测，而横亘在中国西南一角的横断山脉，其千山万谷的神奇秘境，也隐藏着本草的自然灵性。天温日明，天寒日阴，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让数千种本草植物隐藏在荒野密林，与天光交接，应季而生。大雪纷飞的四月，位于贡嘎山西坡的苦西戎峡谷，迎来了今年采挖冬虫夏草的人们。由于大雪覆盖了山路，无法上山的苦西戎村村民打雪仗、堆雪人，
使远离家园的临时居地弥漫着快乐和童趣。苦西荣村坐落在四川省康定县普沙荣乡，村民们挖冬虫夏草的山谷离这个美丽的乡村约25公里。切布一家就居住在苦西荣村。由于春夏之交，切布的老伴儿去夏季牧场放牧，他和儿子儿媳今天也准备去苦西荣峡谷寻找冬虫夏草。带着虔诚，带上对生活的向往和热情，切布一家进山了。25公里的山路需要徒步8个小时。奔走一天的切布和家人抵达目的地，刚刚安顿好，挖虫草的峡谷地带，一场大雪又来了。寂寥无声，远离世俗，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高山草甸是冬虫夏草生存的最佳环境。连续2天的大雪使4月山间一片银装素裹，无边寂静。苦西荣峡谷与世隔绝，是狼和熊经常出没的地方。切布忙着清理厚厚的积雪，为的是深更半夜能听到帐篷外是否有狼行动的声音。昨晚有狼是吧？对对。昨晚狼在哪里叫啊？在外面叫。哦。横断山脉，气候变幻莫测，4月的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天晴之后，切布一家进入峡谷灌木丛林，这里海拔4500多米，深入林间，切布瞎让驱猪和扎西翁姆开始分头寻找冬虫夏草。新年花儿盛开的时刻，你牵住了我的手。每年的农历3月下旬，积雪融化的时候，是冬虫夏草开始采收的季节。此时的冬虫夏草破土出苗，等这个时节一过，出土的小苗因四周杂草丛生，便无法见到其踪影。现在在这儿是怕什么？我们这个地气不冷。嗯。我们在归前来抱着你。不对。冬虫夏草。唐代开元年间的道藏称其为中国九大仙草之一，它主要分布在中国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等高海拔区域。由于破土而出的苗短小，即使爬着悉心观察，也极不容易发现。冬虫夏草是多类虫草中的一种，它是真菌特有菌种，寄生于蝙蝠蛾幼虫的产物，其真菌的法定名称为中国被毛包。夏去冬来，时令交替，当中国被毛包菌遇到虫草蝙蝠蛾幼虫，便钻进虫体内部吸收其营养，萌发菌丝。神奇的冬虫夏草就这样在大自然的庇护下与人类相遇。修的这东西，我没要修，我没要修，基本点这，都念不出去说。在灌木丛里寻找了一天，几十根的收获，让切布一家满载而归。一家人白天在山上忙，
傍晚归来，还得以最原生态的方法及时处理新鲜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古代医书著作《越王药诊》《藏本草》都有记载，它富含有虫草素，在临床上对肺虚久咳、气喘、肺结核咳血、肾虚等有一定的疗效。再过几天的话，山上的雪都融化了，然后可以在高山上去采，都连了些这样。然后我说这个泥巴喂马，然后马会保持一个肺状的，这个泥巴也不能掉。然后这个虫草在钢路上这样扛着，会颜色鲜艳一点。本草的自然属性和药效神性，不是美妙的科幻故事，而是神奇物种造福人类的福音。等山坡上的积雪融化后，妾部虾让驱珠和扎西乌姆以及女儿德吉开始攀爬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山高路险，见证了神草与人构建的默契关系。西本草，只有亲历者才能感受到自然怀抱里的奥秘。尽管四月的风雪突然再次从天而降，妾部一家顶着风雪与冬虫夏草再续情缘。天地辽阔，造化无垠。中国西南部连绵起伏的群山，气势磅礴，物种丰富。而在东北版图上，其自然密码打开的是另一种情景。三月下旬，冰雪消融，长白山的万物开始苏醒。厚厚的积雪之下，熟睡着百草之王人参。七月，长白山迎来了短暂的夏季，人参开始结果，挖参的季节开始了。应常采，长白山脚下的山民17岁开始跟随父辈放山，至今已有30几个年头。在长白山地区，采挖野山参的活动被称为放山，这是一项延续了几百年的习俗。老王，打打扰卫生来了，哥几个没事就去放山去吧。迎常采开始组建放山队伍，一般由5到7人组成，领队称为把头，必须由经验丰富的放山人担任。进山，一段未知的旅程开始了。放山时，队伍依次排开，平行推进，这个过程称为压山。鞭棍与把头各在队伍两端，随手折断身边的树枝，称为打拐子。这是为了标记队伍行走的方向。压山的过程不许说话，不能吃东西，目的是为了集中精神寻找山参。
野山参喜阴凉湿润，忌强光，生长在零下肥沃的土壤里。神农本草经认为，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久服轻身延年。人参是一种生长能力极强的植物，就算主根烂掉，也可由丁或须继续生长成主根，因此可以生长几百年之久。甚至有些人参被泡在酒里还能发芽。人参的主根即似人形，颅头似人头，生果似肾脏，叶子五片，恰似人手五指。在古人看来，这些巧合也是人参具有大补功效的依据。放山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深入大山往往十几天却一无所获。放山人只能在山林中搭起枪子过夜。简单的食物，随手捕获的野味，气气大山，孤灯夜话，山中流传着许多神奇的传说。正好是背坡吧，背坡全石头，他在里面喊棒子嘛，晚上回去他说，他说我做了个梦，就在东北方向，两小一个扎了个红绳绳，一个没扎红绳绳，这是一个顶顶，一个没顶顶。我说我跟你这么做的梦几乎就是一样，我做的梦也是在这边两个小孩，就跟他说话，谁他也不搭理。然后第二天那么他领着，那不他看着的吗？梦到人参娃娃而挖到山参的故事屡见不鲜，这究竟是放山人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还是人参真的能通灵，却难以考证。放山还在继续，英长才和同伴依然没有收获，英长才打算转场。看山场，把头通过对山形植被的观察预判放山场地，他决定到更深的林区放山。放开一米五米啊，我的看我的家伙不小啊，怎么掉了？还不小啊，看到了吧，这会儿五匹叶，按经验判断应该是个大参。雨过天晴，开始挖参。挖人参的过程称为抬参。对于昂贵的野山参，每一根参须不仅价值不菲，更关系到人参形态的美观。把头要用柔润的鹿骨签子一点点提出身躯，燃起松枝，熏走蚊虫，才能保证抬身者聚精会神。哦，不错的呀，我看到鹿也看到体了吧。遇到大火，抬身的过程甚至要持续几天。两个小时后，这颗身终于被挖出。本来这个腿儿这家可厉害了，这家位差不多顶梁了。五十多克已经是罕见的分量，但可惜的是主根已经烂掉，卖不上好价钱。现在是不太行了。英长采在旁边的树上刻上兆头，以便以后再来还能找到这个窝。挖到大货，放山人要郑重祭拜山神，
老把头孙良。老把头，今天俺们哥几个拿着大货上来感谢你了。老把头，给你磕头了啊！野山参是山中奇珍，价格昂贵，食用人参多为种植。人参的服用方法多样，一年四季皆可切薄片与舌下轻服，也可泡温水饮用。农家吃人参，可在冬季泡酒适量饮用。来喝一口。人参炖鸡，家常美味。冬季食用极具滋补强身之功效。大饭店里，经过厨师们的巧手，人参演化成精美的人参宴。人参鸡汤营养滋补，人参炖雪梨悦目清肺，拔丝人参更是巧夺天工。以糖浆拉丝，筑巢，再包裹人参条，手工精致，口感酥香。人参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了。《黄帝内经》说，四气调神气，这四气是指春夏秋冬四时气候。只有辨清体质，顺四时，巧妙利用，方能达到养生的目的。辽阔的神州大地，每一种地貌，每个季节，都有应季的本草植物。峡谷处在云南西北部与缅甸交界的边境上，这里居住着独龙族，史书上称其为太古之民。穿山隧洞没打通之前，每年十月到来年五月，大雪封闭了雪山垭口，峡谷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地方，因其独特的地形地貌与偏僻闭塞而被称为神秘的峡谷。独龙族大爷李自才的家住在独龙江上游的狄正当村。由于老伴儿最近惹上严重风寒，卧床不起，李自才和儿子阿生准备去深山老林里寻找一种极为珍贵的草药。独龙江属于伊洛瓦底江的上游，作为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独龙江流域被专家认定为野生植物天然博物馆，是我国原生态保存最完整的区域之一。李自才和儿子阿生今天要找的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野生桑树。慢了慢了，就这么快的二十万，来来没给吃。这种百年桑树上生长的一种名为桑黄菌的本草，为我们揭开了独龙江基因库里的药用植物的神秘。两米才叫来，叫来哎呀！要点你，给儿子点你。桑黄菌是一种药用价值十分珍贵的真菌，几千年前。《神农本草经》就已经记录了这种桑寄生菌类植物的药用功效，
他将三皇君描述为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说，三皇君能利五脏，宣肠胃气，排毒气。而现代研究证实，三皇君多糖能够缓解疼痛、食欲不振、体重减轻等癌症特有的症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咱六里走啊，咱不不六里走啊，咱不不给心。哦，赶紧来了给心。哦，你别来，你这个呀，这酒哎，你看，哎，哎，我都给侬搞，给侬搞，哎，给侬搞，给侬搞，给侬搞。你是啥呢？独龙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过去多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他们崇拜自然物，相信万物有灵，大自然里的山岭、河流等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老李和儿子阿生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山好几趟，为了得到稀少的三皇菌，他俩免不了备受爬山越岭之苦。知道了，别让哥到啊！别家不要不走心，这就哎。哎呀，等我说，哎呀，阿仔，这哎，没哎，没来来到是没哎。三皇菌因此时体为黄褐色而得名，它含有铁、锌、钙、镁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元素是人体必需或对人体有益的物质。三皇菌品种较多，目前人工培植已成功，但野生的极少，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野生的三皇菌被人们称之为森林黄金。近几年，专家以三皇菌水提取物进行研究，发现其对肿瘤细胞增殖抑制明显，而对正常细胞没有毒性。由此，人们对三皇菌的研究逐渐兴起，目前已被公认为生物抗癌领域中药效较好的药用真菌之一。但是，民间的采药人千辛万苦采集得到的子实体，只有通过科学实验的严密分析后，才能确定是否是具有抗肿瘤效果的真正三皇菌。在森林密布的山里，老李和儿子阿生这一趟收获了不少。父子俩回家后开始忙碌着。三皇菌最简单的食用办法就是煮开水喝。为了让母亲提高免疫力，早日康复，阿生为母亲熬上了一碗三皇菌水。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很早的时候，古人就外求草木虫食，延年益寿。到了今天，野生本草依然是秘境里的人们养生的珍宝。独龙江流域野生本草资源极为丰富，三皇菌因其良好的食疗而被誉为菌中极品。健康与长寿自古以来是人类最关心的大事之一。壮丽的自然世界，神奇的大地秘境，孕育了丰富的东方本草。人类的智慧和汗水，就是在传承本草文化的过程中，为我们一步步揭开了自然的奥秘，以及人与本草的千古情缘。
随他跋山涉水寻觅，一路风雨啊，一草一木亲切相依，日出多么圣洁，照耀着心底的足迹，这世界繁华繁华不如穿越生命中的自己。我最是。